国一同学在照这个做哈，他的父亲是儿子的三倍多一，儿子三倍，那就是这样，然后他还多一点点，多一个一嘛，对不对？这一段就是儿子，所以如果是 A 的话，爸爸是什么？A，然后还加一嘛，所以叫3A 加一。再下一个，他说如果爸爸改成 B 的话，所以这是全部是 B，所以这一段只有 B 什么？B 减一，那我只要一个儿子而已，所以要 B 减一再除以3，B 先减一再除以3哦。B 减一是一个数字，然后把它除以三份，哦，除以三份，所以叫 B 减一除以3。那这个是4倍少2岁，4倍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爸爸少2岁，少一个二，所以如果儿子是 x，那就 x，那爸爸就要写什么？4个x 减2，对不对？4个x 减2比较少啊，对不对？只有到这里。4个x 减掉了2，好，现在把爸爸改成 y，好，把爸爸改成 y。那如果把爸爸改成 y，那 y 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全部叫 y 加二，比 y 多二嘛，所以叫 y 加二。那儿子的话，诶，只要其中一份，这一份就好。所以叫 y 先加二，再除以四，就反过来要做哈，y 先加二再除以四，你可以这样写啊，哈，爸爸对儿子乘以四，然后加二，少2岁，对不起，少减二。所以如果这里写 x，那所以叫4x 减2，就在这个。那如果你把 y 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怎么算儿子？是变成 y 要先加二，再除以4，y 要先加二，倒回去做，y 先加二，然后再除以四，倒回去做，对不对？把它放在这里，也可以吧？y 先加二除以四，这样子也可以。好，他说。爸爸是儿子的三倍。好，儿子是爸爸是 x，那儿子就是三分之 x 除以三嘛，1、2、3。但如果是儿子是 y，改成儿子是 y，那爸爸呢就要写3y，对不对？好，零零是汉汉的一半多五。零零是憨憨的一半，这是憨憨。零零是憨憨的一半多五，多一点点，多了这个五，一半多五。所以如果憨憨是 x，憨憨是 x，那是 x 除以二，然后再加五，对不对？所以 x 除以二，然后再加五。这样就变零零，憨憨的一半嘛，所以要乘以二分之一。那如果零零改成 y 呢？现在零零把它改成 y，把这零零改成 y，对不对？改成 y 的话，变成刚才那个五就要减掉了，这是 y，这叫 y 减五。那 y 减五有几个？有2个，对不对？y 减五，y 减五，y 减五，对不对？所以 y 减五有2个，所以你要写2y 减10，2y 减10，二五得10哈，二 y 减10。
就 y 减五的 ，y 减五，然后 y 减五，它就变成二 y 减十。倒着做回来，好。那如果你还是不懂，我们就跟刚才一样用文字的嘛。年龄跟太狠，年龄是憨憨的，一半一半是二分之一，然后再加五，多五公斤。所以如果憨憨是 x， 所以二分之一 x 再加五，就在这里。那如果年龄是 y， 对不对？年龄是 y。我把零零放过来这里，零零是 y， 那你怎么算憨憨？你怎么算这个憨憨？这边是 y 减五，然后再除以二分之一 ，y 减五，然后除以二分之一，除以二分之一就乘以几？乘以二，也是一样倒着做回来嘛。y 减五，然后再乘以二，所以这也是二 y 减什么？二 y 减十，第一个负八加三乘以负三，负八减九等于负十七。第二个负八加三乘以零点二，零点二丢进来这里，我丢到这里。好，要这边看边写，等于负八。加 0.6 负 7.4 第三个是负8加3乘以负7分之一，负8加3乘以负7分之一，就这里丢过来，丢过来这里，然后就变到这里，就变到这里，所以负8减7分之3，负8又七分之三，第四个是五减七乘零，好，五减然后七乘零，第四个是五减然后七乘零，那五减零等于五啊，第五个五减七乘0.2。第五个五减七乘0.2，五减1.4，那就是3.6。第六个在这里，负四乘零再减三，负四括号零，那就变成0.3，负三。然后第七个，负四乘负三再减三，再来一遍。第七个，负四乘以负三再减三，负四乘以负三再减三，这样。这边12减3等于9，我们这几个看一遍，这是全部都带进去了，一是二分之三括号0.6减5，二跟0.6余掉是0.3减五，0.9减五是负4.1，0.9减五负4.1，第二个是乘以零，0.5就是负5，这是什么？二分之三。所以这边0.5，那就是负。第
第三个是这样，负四分之一，二分之三乘以负四分之一。二分之三乘以负四分之一，然后再减五，这样就变成八分之负三减五。你可以说负五又八分之三，这也可以，或是八分之负四十三。负五又八分之三，负八分之四十三。第四个。零点六，跑进来，五减四，四个零点六，五去减，五去减四个零点六，那就那五减二点四，那就二点六，这是二点四。零进去五减四乘零，五减四乘零，是第五个，我写错边了，第四个是五减四乘零点六，第五个。我带出数值，要这样移过来。五减四乘负四，这样变成五负五的正五加十六，二十一。然后负四再前一遍。第六个是零，零进来这里，负四减三个零。这是负四哦，第六题零进来这里，就跳了这里。再来这是七，丢过去再过来，负四减三倍的负四，第七个负四减三倍的。负四，负四加十二就等于八。你要把这负四 x 换掉，换成负四。这也是两二。三乘二加七，六加七，十三。三乘负一点三，变七减七减零点九，六点一。三乘负七，再加七，三乘负七，再加七，负二十一，加七。负十四，再是三乘以负三分之五，再加七，三乘三，这样，三跟三约掉嘛，就约负五加七。好，这个整个计算过程有点多，我一定要带入的，带进去才知道答案是多少。零五，零六，这里零六，合并呢？七减二是五个 x， 五减三是加二，再负二 x 减五个，
所以是负七 x， 然后八减四，八减四还有正四嘛，好，这一负负得正啊，十四 x， 七二十四，这里负负得正，八 x 乘以三分之七。三分之五十六 x， 八七五十六，同类的十个加两个，还有十二个，然后一减三，这负二，二 y 减五 y， 二减五负三 y， 减七减三，你就减掉十了，这个负负得正。三八，三八二四这样，负负得正，这也是七分之九 x 乘以三分之负四十九，负七，所以是负二十一是吧？这是三，负七 x。三乘负七是负二一嘛，吼，负二一 x， 那这边合并一下嘛，负六减二，对，负八 x， 五减七，五减七负二。你还这样边写边念，我在底下负负得正，五分之三乘以九，得正得正，所以是五分之二十七 x， 五个六个十一个加三加十，这样。那这里除分数乘导数，八分之负十五，三四，好，所以数字部分四分之负四十五，那 x 移过来就是的吧？对，可以、啊。其实要练好，所以是106、105，加油！有什么问题再私讯给我。